我可以证明手稿确实是初夏的，因为我的手受伤了，我可能以后不可以画画了。太奇怪了，你说他们看看怎么会是一模一样的呢？请问四号选手，这就是你的设计作品吗？是啊。那意思就是说它是你独立完成的，并没有其他人的参与或指导。什么意思？先回答我的问题。是。既然这样，那么麻烦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的这幅作品会和半小时前向曼奎发表的新作手稿一模一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这件衣服是你的设计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吗？我有手稿，就在家里，我可以拿给你们看。即使这样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创意就是属于你的呀。可这就是我画的呀。对了，向曼奎可以证明。向小姐生病了，今天来不了。什么？我可以给她打电话，我们可以在电话里对峙的。这位选手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们评委会商量一下，会给你也会给在场大家一个答复的。那就先这样了。就先这样了，走。我们换个地方，走。别敲了。里边的怎么样了？大哥，人在里边关着呢，没事儿。啊？给我老实点儿，乖乖配合，一会儿我们就放你出去。否则的话，老子要你好看！说，快说你爱我，要不停地说，不要虚假内容。错是谁犯的错？千万别冤枉我，最讨厌说借口。是谁装作一无所知，很傻很懵懂，直到现在一点真心都没有。就算说了一千遍也不是很有用，你始终追求的还是自由。最牵挂你离开我之后是否按时吃饭，最想念人潮人来之中独自有你陪伴，最牵挂你的手冰冷是由谁取暖、哦、最担心隔壁老王儿子喊你 hello 晚安，最想念你的头发三天没洗丢女王牌，最牵挂你的是来自恶魔的爱、哦。向曼奎的电话打通了没有啊？一直没人接。哎，这个向曼奎居然来阴的。他是成名设计师，初夏只是个无名小卒，大家肯定不会相信初夏啊。你先别这么早下定论，
以我对小葵的了解，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亵渎他喜欢的设计。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忘了帮着他？我也觉得向满葵不会这么做。阿姨，对对对，或许都是个误会。初夏，你觉得呢？我相信他。初夏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他之前怎么害的你，你都忘了吗？这件事情不一样，如果向满葵想用这种方式诬陷我的话，那么他从一开始就可以这么做，不用等到现在了。你气死我了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向满葵。七路，我们去向满葵家找一找吧。好，我也去。好。加油。等一下，我也去。喂，江总。嗯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哦，网站的员工说手稿是新薇小姐让人传上去的，还说一定要在今天上午发表。江总，喂，江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这样，马上封锁消息，不要让任何人把这件事传出去。这样，风少，你和江真川去传达室问问门卫有什么线索。我和韩宇先去一趟向满葵家。嗯，明白。就这样，走吧，走吧。等一下，什么事儿？我好像知道向满葵在哪儿。你说真的？别怕。你刚刚说知道向满葵在哪？没有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。我要走了。这件事情是不是和莫欣薇有关？我别怕，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是欣薇姐做的。我那天无意当中，我看到欣薇姐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欣薇姐，封闭比赛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安初夏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所以你一定要确保，三天后夏满葵绝对不会出现在决赛现场。我很害怕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是决定在早上的时候提醒一下夏满葵。然后我一路跟着他们，可是他们到了学校才把向满葵放下来。我太害怕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把人藏在哪儿了。你做得很好，你先回去吧，剩下的事我们来解决。嗯。你们设想一下，假如你是劫匪，你会放在哪？第一，不可能是教室，太危险。第二，也不会是体育室，随时都会被发现。如果他们要找一个隐蔽、人少又封闭的地方，难道是学校西边的旧仓库？我去，基本演绎法呀！废什么话救人呢？青薇。爸爸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您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我调查过了，手稿是你让人发布出去的，你在陷害初夏。哎呀，我还以为能多瞒一会儿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爸爸发现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说过，我要毁了他。那你也不应该这样干，你这样做是毁人前程，你知道吗？
不是您教我的吗？我是江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前面有什么挡道的东西，我踢开就好了。但是初夏不一样，她是你姐姐啊。你别再给我提那个名字，她不是我姐姐，她就是个野种。莫心薇，那向满奎呢？他人在哪里？他的失踪是不是也和你有关系？我不知道。孩子，你听我说一句，你现在这样做是在犯罪，等把事情闹大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爸爸，我一直在认真比赛啊，向曼奎他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？他也许不小心在家睡过了头，或许就在学校的某个角落也说不定啊，或许他根本不想上场呢。果然都是你干的。爸爸，您要是想告发我随时都可以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你要怎么做随你。就是这儿了。他们人都看起来不容易对付，怎么办？冲过去啊。先别轻举妄动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叫我安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是他？高干。喂，难道是他跟莫行为一起联手绑架向曼奎？不清楚，我想起他的那个时候他就不见了。大家先别慌，按照原计划先叫保安。好。哎，快去快去，现在怎么办？糟了，还能怎么办？打。来啊，韩七录，好久不见。哼，高干，想不到你做出这种勾当，和睦欣慰。把人交出来。七录，恐怕你们自己都自身难保吧，还教人啊？事到如今，再打你一次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打呀！喂，老板。阿浩，行，是是是，是的，老板。哎，去哪儿？回来！去哪儿啊你们？哼。七路，我在这儿。七路，开门！七路，七路是我。你们叫保安，我去救人。没事了，但是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。由于我们比赛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事故，我们的评委会老师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评委老师代表上台，有请。经评委会一致协商，安初夏同学的作品涉嫌抄袭，取消比赛。
就否认他的才华。今天这件事情因为我而起，我向大家道歉，我向初夏道歉。大家不要被他骗了，向曼奎，手稿明明就是你的，我亲眼看到了，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帮着安初夏说谎啊？难道你被他收买了吗？你胡说八道！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的前途啊！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，谢谢，剩下的我自己来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心虚啊？我是在西边仓库找到向曼奎的，也就是说，有人为了阻止他来到现场，费尽心思的把他绑架了，是你吧？那个仓库多年失修，保不齐是他自己把自己锁在里面了，也或许是他根本就不想出现吧。那你怎么解释守卫的那几个男人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你要问他们呀。大家看一下，一个杀马特怎么可能设计出这样的衣服？莫欣薇，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打你。野种就是野种，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，没有家教。我宣布，今天克斯顿设计创意大赛冠军就是安初夏。初夏，太好了！耶，初夏，初夏，我们呢，祝贺小初夏比赛成功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初夏，很遗憾没能去看你的比赛，但六哥为你感到骄傲，这杯我敬你。少喝点。您刚出院，少喝点。好，好。夫人，有客人来了。啊。伯父，伯母，我
Yeah.